近日有网友发帖称，本人是一名主修汉言与文学的大学生，多年来不断喜欢赵丽颖。近年来，随着赵丽颖主演的古装剧在国内收视市场的走红，这名女粉丝特别喜欢穿赵丽颖剧中的古装出行。据了解，喜欢穿赵丽颖古装的她，日常生活很少穿现代服装，在课堂上课她穿古装上课，在校园她穿古装行走，在地铁她穿古装出行。但是在四周人的眼中，这喜好似乎并不认可，以致遭受一些质疑的目光。在问及能否平常都爱穿古装时，这名女大学生表示，简直每天都穿，哪怕40多度的高温天气，假如要出门也会穿着。据这名大学生引荐，本人是一名超级萤火虫，普通的古装很少买很少穿，除非要上台扮演。在日常生活中穿的比你多的有青云志的碧瑶、花千骨的小骨、楚乔穿的楚乔等等。穿古装一方面是出于对赵丽颖的喜欢，另一方面希望能传承古典文化。由于我是学汉言语的嘛。据悉，近年来不乏有网友衣着另类现身街头，引来网友热议。有的商家更是以古装行乞的方式营销，